所周知，我们都知道粉任嘉伦就相当于粉了一个天团。那么你知道任嘉伦411天团的来历吗？让我一分钟带你了解一下。第一个任嘉伦相当追了一个天团，就是每一个我都可以给你讲讲。这是人见人爱、天生具有搞笑细胞的任国超，这就是我的本名。这是唱跳俱佳的任耀西，耀西啊，是这样，以前我们在一个组合，本来要去日本发展的，我们起了各种名字，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日本里面耀西是好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音译就叫了耀西。这是初心不改的任高丽。跟你这个我有点不大想说，可能因为发型或发色的原因，经常吐槽我。我是特别爱染发的一个人，你并不想看是吧？这是一任千面的任嘉伦 ，Allen and Leader Ren。Allen 是我的英文名，是现在的英文名。Leader 是以前做组合，因为是队长，所以是 Leader。这是家人宝贝任小猪。小猪是以前我的一个小名，因为我从小很能吃，我到现在不认识比我能吃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叫小猪。这是我们最爱的演员任嘉伦。